两边的颜色有点落差，在调光的时候它这个就会比较麻烦一点，颜色光线明暗，甚至珍珍脸上的一颗痣通通都要仔细调整。毕竟这一部母与女上映至今已经48年，为了7月12号登场的真爱高雄群星会，底片的数位修复可是得费功夫，里面的红已经不是红，蓝不是蓝，绿不是绿，调色还是要保有原来的导演当时的思考。一般电影数位修复一部片得花2个月的时间，但这次一口气修复真真10部电影只用了45天，堪称不可能的任务。不过真真透露，修复前谈影片授权难度更是高，影片都差不多要50年的这个时间，大部分的授权人都已经不在，你知道，所以非常的辛苦。这次真爱高雄群星会将播放14部数位修复过后的真真作品，让年轻一代也能欣赏到底片年代电影的温润质感。记者张伟、陈嘉伦台报道。